TWICE 队长智孝在 JYP 练习长达十年，分别当了七年演员练习生和三年歌唱练习生。没想到智孝在成为 JYP 练习生之前，竟然还曾经在 SM 娱乐练习过。智孝出演少女时代成员孝渊的网络节目。智孝透露自己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就见过孝渊了。孝渊反问：“那不就也是自己小时候？”智孝这才首次公开，在去 JYP 当练习生之前，曾在 SM 待过一年，让孝渊都大感冲击，直呼：“你曾经在 SM 待过一年？”节目组还在字幕上强调，智孝最初公开 SM 练习生故事就在下一集引发热议。短短十几秒的预告可说是吊足了大家胃口，还有人讶异八岁智孝就已经进入 JYP 练习，表示在 SM 才七岁左右，进入 SM 的故事真让人感到好奇。